饰演的尴尬瞬间。我去这里，快点，来的来的。哎呀妈，这火龙果，面子嘛，过来我嘛。哎呀，你干嘛？不是干嘛呀？给人头整掉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看错了。怎么回事？这都能看错？我眼睛怀疑去修的，得了一个红彤彤的。你以为？那你那么高度数，岂不是什么都看不清啊？没得，还好嘛，还是看得清的。都别说话了，赶快书拿出来，上课了。哎，老师今天哪个把他家狗给捡来的？我！哎呦我的妈！谁骂我？以后同学要是困了，就自己起来站一会儿啊。昨天晚上熬夜，没带屋看不清，打哈欠流个眼泪都看清了。说假的，真的，要不然都把眼睛拉起来，不管有力，拉起来，就这个样子。以后同学不要在下面搞小动作啊，我在这什么都看得见，认真听讲。就没跟我们一个烟好友，干净。对呀、啊，就那个样子。王琦，追！说的不好听讲，越发挥越出鬼脸的，干什么呢？老师，我没的，我不是走鬼脸，我还给我在这狡辩，我都看你多少次了，站着听课。哎呦我的妈！王琦，快来，我们刚买了橡皮糖，你也来吃。等一会儿。你死上了，那我都气死了。王琦，那是我们刚才掉的橡皮糖，你也过来吃一个吧。那死蟑螂还能死啊？你们刚才不会死的是蟑螂吧？大姐，橡皮糖，橡皮糖啊！死克狼，死克狼也不能死啊！大姐，你看清楚了，什么死克狼，橡皮糖？那不晓得，没有眼睛都听不清吧？啊？哪个脚啊？你两个没听到啊？喂，身边有这样的人吗？跟你说，身边一大堆。哎呀，金贝贝，你走路能不能别总挤人呐？我哪儿挤了？我走一直都是直线呢。哎呀，好大好大，你考到我走嘛。哎，王琦，金贝贝，你不挤人不会走路啊？我哪有啊，我根本没有挤人呢。我哪儿挤呢？哎，王琦，你要出去啊，帮我把垃圾扔一下。哎，莫丢啊，扔个好看的袋子丢那多可惜啊。留它干嘛？哎呀，总会游泳的嘛，你看我腿才好腿。啥？你看漂不漂亮嘛。哎，王琦，你卫生间你的牙刷和毛巾我给你扔了，用太久了。哎，莫，别跟我扭啊，我还游泳的。你的牙刷都飞毛了，毛巾都包浆了，还留着干嘛呀？哎呀，哪个牙刷还可以刷鞋呀、啊？毛巾还可以当抹布用啊。我这里有新的，你拿去用嘛。那那那，怎的嘛？那我就不客气的。哎，小慧，你来个莫等啊，我要存起来的，以后万一游泳哎，你给我，好得的。贝贝，你快看，那个好帅，这个男的。都很坏，你不打人不会说话是不是？哎呀，我忍不住嘛，打一下又怎么了？又不疼。你看这个男的。贝贝嘛，我买了奶茶和蛋糕，快来吃，快来吃。我尝尝，我尝尝。啊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好吃啊！再给我吃一块。好甜，我最喜欢吃甜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我喜欢吃甜的？你都在玩，打死我吧！啊，忍不住嘛。哎呦我的妈！那些言出法随的人，快点快点，都迟到了，都是啊，正好被老师抓到，烦死了，要是老师也迟到就好了，怎么可能？还是呢？不好意思啊，大家，我迟到了，赶紧把书打开。好，别愣着，赶紧拿作业吧。完了，我作业没写。昨天刚说了要检查的，那怎么办嘛？要是突发奇想不查作业就好了。快，你借我一下。快滚滚吧，别做梦了。咱们今天先不查作业了，留着明天一起讲啊。炸！什么情况？好，咱们就先讲到这儿，大家消化一下知识点啊。你说我们好不容易赶上一次早班，怎么不点名啊？你不知道吗？这老师从来都不点名的。这样吗？要是他莫名其妙点个名就好了。哎，刚好还有段时间，咱们这回点个名吧。没来那就扣平时分了。来，金贝贝。到，到。你们等一下操场集合，体测800米啊。啊，谁家大早上跑步啊？刚下课，抖死啊，累死啊。要是能下雨就好了。
你看哪个太阳可能呢？你的嘴开光了吧？是不是有点太灵的？上老师叫了。姐妹们，我们哥哥要来长沙开见面会了，你们赶快去帮我抽奖，副团长还能上台甜蜜合照呢。哪个抽奖一万个里头才一张，啷可能抽得到啊？我看看，我看看，万一我能抽到呢？啷可能，我都不想死。哎，小慧，你快来看看，小慧。行了，这是什么？恭喜您抽中特等奖，上台互动券。啊！哎呀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我这嘴也太灵了吧！是不是叫那个严冬法锤啊？说什么什么准，我又能叫。告小慧变白变瘦变富婆，恭喜发大财买豪宅。告小慧手持金王，身心里五点零。告，哎，行了吧，我嘴都说干了。哎，不行，他有十亿没念呢。伙计，给我脸，快脸，到哪个脸？告小慧来气，他们两个是一双子。当代耿直大学生第二十六桌，我们，等一下。哎呀，啷个煮啊，我的还没有喝哎。就是嘛，咱们尝一下带进去。你咋没发现啷个煮啊？我就去花琴嘛。哎，别，哎，忘记。哎，林浩小姐姐，哪个皇帝可以带进去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可以。啊，为啥子？我们款弄一下嘛。店里规定是不能带饮品的，你们要么在外面喝完进来，要么别让我看见。凭啥子不让带啊？那法律都说能带。我也想办法，我想啥办法，我有啥办法嘛？不是，你怎么那么熟呢？我有什么熟的？我走，快走！哎哎，落下，不是，你们两个把我拉进来的，一会儿被法院两个组啊，咋办吧？不会被赶出去吧？开下吧。你好，请出示一下身份证。来给。其他入住人员也需要。啊，我忘带了。我也忘记带了。小姐姐，可以放宽一下吗？我们都是一起的。你这边是一个人入住吧？三位，您这边确定是一个人办理入住啊？对，我们是三个人呢，啥是一个人？不通你一模两下我呀？您这边要是确定一个人入住的话，我就给您办理一个人的入住手续了。啥是一个人一个人？三个人呢？你看不到啊？你一个人？哎，说啥子？哎，什么一个人？都不足的，还是大个的？哎，快走快走，我忘记。气死我了，这都哪回事啊？小姐姐，你是怀孕了吧？怀孕？我没怀孕呢。你是因为怀孕所以没系安全带吧？怀啥孕？怀孕怀孕，我的男孩子没怀孕，没怀孕。行，没系安全带罚款50。你们两个难道不提醒我呀？带外卖现状，姐妹们，我的饭先到了，快点给我先来一口，我都饿死的。多点了一个蛋，给你的，谢谢。哪个蛋？啷个没味道啊？不会吧，我尝尝，这蛋怎么味道跟塑料？这什么？不是，哪个蛋都煎好的，外卖锅不好生磨做啥子？谁说是煎的？批发荷包蛋，一蛋能变仨，就你傻不愣登也是新鲜的呢，你自己看。怎么回事啊？我可不吃了，我爱吃咸炒的饭菜吧。喂，老板，我刚才的那份饭不要香菜啊！不好意思，我们菜是机器人炒的，设置好了改不了的。哎，现在饭店都能高级的吗？菜都是机器人炒的，三十几岁能帮我简直赚钱吗？赚你个头！料理包就料理包，还机器人。忽悠傻子呢？料理宝，料理宝是啥子啊？就是那种预制菜，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吃了。啊，那不可能！我之前就在聊哈这样子，菜都是厨师一个一个炒出来的，不可能是料理宝，不可能。店里的也不长那个样子啊，花的钱不一样，那能一样吗？烦死了！贝贝，你点的什么？当当，我经常吃那家牛排，肉质可好了。你俩都来吃烤，别吃那些便宜啰嗦的东西了。哎，快尝尝，来，不愧是贝贝点的，好吃哎！就是就是，和别的牛排都不一样呢。那家牛排味道怎么有点奇怪啊？哪里奇怪啊？我吃好吃的，我从来没吃过那个好吃的牛排。快快给我找过敏药，贝贝，牛排里有鸡肉，我鸡肉过敏。鸡肉？要，你真是个什么外卖啊？你的饭瞬间。准备好了吗？下次到你了。别吵别吵，我还没看完呢。下一个，金贝贝。Can you see me?
你们俩等着回去，烦死了，脸都被你俩丢尽了，是不是在给贝姐排面呢？稳重注目的感觉，狼和羊嘛。你们等着啊。喂，怎么了？宝宝，你在干嘛呀？我想你了。我刚下课。宝宝，你干嘛呢？我都想你了。我也想你，宝宝。我刚想你。别够了。宝宝，你是不是开了扬声器啊？没事，挂了。拜拜。王姐，刚才坏。收回来，收回。怎么了？怎么摔地上了？都怪你，不然我们看你新买哪个包，他才走上去，结果甩下来的。哎呀，那赶紧送医院呢，为包弄成这样，要早跟我说不就送他了吗？手机呢？赶紧救吧，快点！什么？真的送我了吗？真的呀，我怎么？说话说话啊！吓死我了！你俩搞什么鬼啊？这轻点，真摔会脑震荡。我说你们俩一定不要搞那么多事，我真的是我。贝贝，不会是上蠢饭了吧？贝贝，你别吓我呀！你要放哪儿了？我包不要了还不行吗？快点，我找找，要呢。放在你俩缺心眼上了。跟我演，你俩还嫩着呢。哎呦我的妈！